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圣诞快乐！啊，袁玉昭，圣诞快乐！你好，你好，圣诞快乐！你今天没有，哦，这么晚了，应该是。嗯。你工作怎么样？你的学习怎么样？就是，感觉你最近都比较忙。是不是很忙啊？想你，我也想你，我都很久，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你在我的口袋里面说话了，我也想你。谢谢元宇宙的圣诞树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好感动，谢谢，看到特效了，就是说。我感觉你最近真的好辛苦，是不是很忙？我最近也很忙，但是呢，忙完了圣诞公演，就是忙新公演啦。嗯，今年一定会好好跳的。好紧张，但是我一上台就会很紧张，就是紧张到发抖。好像我的那个，我的手机没拿啊，我电脑没搬出来，不然我就放背景音乐了。看了直播啊，这，哎，不过我挺喜欢我们跳触电的那套衣服的，我觉得好好看，很性感，好性感。我正在吃呢，我正在吃呢，我在吃饭。这就是我的晚饭。儿子，吃饭，可以吃啊，我去吃饭。嗯，我带你们去吃饭。嗯，带你们去吃饭。对，我带你们，我姐姐叫我吃饭，我带你们去吃饭。我姐姐今天居然没有出去玩，我姐姐今天居然没有出去玩，就是说，哎，好凉啊，好凉啊，凉吗？哎呀，我这都坐不下，我等一下再吃吧，坐不下，无语。好高啊！好高啊！嗯，就是说，真的有点高。吃饭了，可以，七回吃饭了。夹他嘞！夹到你头我来做不成？我狗真的烦死了，偷我的东西，偷我的东西吃，不是因为我。我今天要奖励自己，吃一下猪肉脯。哎，我今天跳公演的时候，他们在叫我老公，他们叫我老公哎，哇哦，就是。不然我就吓到我啊！我很喜欢这种，就是嗯，很喜欢哦。不要开太白吧，这个美颜。哎，我觉得好爽啊！他们叫我老公，好爽。有你帮我帮你帮我给你的粉丝锤子洗洗。你来干么说噻？我吃饭。我姐姐说一会儿她吃完饭就过来和你们说话。不要说脏话。
悄悄的带回来了，悄悄的。哦，我去领那个，我去领那个，就是那个那个的鸡腿，就是不是，就是那个口袋出了活动的那个鸡腿。我想把头发给扎起来的，说实话。我今天淋雨了，头发淋塌了。你们吃饭没有？哦，这么晚，12点了，就是说12点了，家人们。怎么可以淋雨？哦，没错，就是我淋雨回家的，因为那个车太大了，太不近，就是那个。没有伞吗？我的伞放中心了。啊，我真的无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，就是我一去中心，就是我穿的很那个，也不是那个的时候，他们老是会叫我铁梯，无语，真的无语，就是明明就是这么的。性感，哦，你只喜欢男人啊！谢谢漂亮女孩俱乐部，谢谢拉姐送的圣诞树，谢谢！哇哦，看到特效了，又看到特效了。谢谢拉姐，爱你拉姐，拉姐，你就是上，你什么时候上飞机呀？你不知道出国吗？哦，星期一，那你还是要注意安全，真的，注意性挺严重的，真的注意安全，说实话。不知道是你们说多了，还是就是他们给我的一种错觉，就是每次就是只要我不穿裙子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自己挺帅的。说这实话，这真的。没有了，玲玲是那种，我觉得玲玲和我不是一个类型的。我蹲着直播呢。玲玲穿洛丽塔，太可爱了，真的。蹲着啃苹果，真的，蹲着啃苹果。趴开！我狗真的烦人。也没多舔啦，就是还好吧，一般般吧。就是你们说多了，我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好帅呀、啊。我有时候都会被自己帅到，说实话，这是我的假象吗？这是假象吗？去连个麦玩玩。哎，我觉得我手还挺好。
手还挺长的，说实话。但是我手很像男人的手，很丑，我手很丑。哦，小二，谢谢小二送的平安果，谢谢，爱你小二，嗯，吃苹果。主要是因为我饿了，我今天只吃了一顿，然后我就没吃了，跳公园的时候一直也没吃。你们叫吃些我剩的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们俩讲话能不能小声点嘛？也得直播啊！无语了，哼！我姐姐在家里吃饭，整的那些好大声，大声的说话，打扰我直播。你想让我姐姐跟你们说话吗？我姐姐很后悔，她那天哦没有，我给悄悄带回来了小二，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是被拿回去。谢谢流泪狗狗头送的糖果和圣诞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迷路松针，谢谢你的四件套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再提，估计没事，我不会再提了，真的不会再提了。晚上好，元八元，你好呀，你好呀，是替小二，蛮猜成的。我姐姐很后悔她那天晚上的行为，她已经深刻的意识到错误了。她第二天还和我说。对，对，没有错。我姐姐就是我和她发消息，我说我的粉丝给你带礼物，然后我姐姐还发了个朋友圈，哦，就是那种然后她朋友圈的人有一个我们共享好友嘛，然后就说啊，真的吗？怎么怎么样的？看着就烦，哼，明明是送给我的。我真的，你看看我这个坐，我的这个姿势，我是蹲着的，家人们，蹲着直播。跟你一起红的感觉吗？啊，这只还好吧？骆雨婷怎么没有接我的电话啊？姐姐骗你们的，姐姐其实二十多了。她为什么拒绝我的连麦？骆雨婷，骆雨婷在干嘛？不是，她骗你们的，她骗你们的。你怎么这么帅呀，我都爱上了，天哪，好帅呀。好了，今后你就是我老公了。你好可爱，就看你直播还没跟你连过呢。哦，我没跟你连过麦吗？没有，你没连过。周六没有，真的没有连过，没有，说实话真的没，真没连过吗？现在在连过。哦，我没连过，是我去看你直播。哦，对，你看我直播，哦，我也看你直播。哦，现在可以互相看直播了，就是这个连麦。哦，哎，我评论说 CKG 新的共享老公，救命！啊，真的吗？你是 CKG 共享老公吗？没有啊，也没有。你是 CKG 共享老公呀？但是 CKG 的前辈好多啊，真的。前辈好多。甜妹。哦，甜妹。还好吧，反正我不是。哎，我觉得你也很甜啊，你也很可爱。我不甜，真的，我不甜。说实话，真的，
我只对我喜欢的人甜。还是就是说，我对我不喜欢的人很拽的，我觉得很拽。你知道吧？因为之前他们不是。你在吃什么？那没有感受到你的拽。因为很喜欢你啊，所以不会对你很拽哦。我也很喜欢你。谢谢谢谢，很可爱，真的，我就觉得。谢谢谢谢，我也觉得你非常的幽默风趣，就是说长得又漂亮，对，身材又好。你是说什么话呀？猪，然后看脱口秀直播吗？笑死！哦，猪肉。嗯。过年去看脱口秀。等一下吃饭吗？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都行，几个人？几个人？我还有一个那个潘姨，没啦，没了呀。你还想有谁？你说想有谁，我帮你约。没有。去哪儿吃啊？去哪儿吃啊？看你呀、啊。我离、哦、那我离你更近。等一下，你给我发微信嘛。可以，我们微信聊。全是我的大脑。哦，挂了。OK，哎、拜拜。你挂我吧。啊啊！别，好吧，挂了。他好可爱，江心好可爱，江心真的好可爱。虽然说是前辈，但是他真的就是有一种小妹妹的感觉，就是很难去，就是很难，就是不看一些甜美，因为真的好甜啊。吴晶晶前辈也很甜，张爱静前辈也很甜，洛洛也很甜。姑姑也很甜，珊珊也很甜，好多甜美。哎，我也是，对，我也是。不过，我是很多风格的，我风格太多了。元宇宙，你最近在干嘛呢？工作、学习。感觉你好忙啊！哎，我的猫真的，来嘛，乖。哎呀，咬着我了，爬开了。走了，这蹲着实在是不好受。我要迷失自我了，家人们，就是说我要迷失自我了。他们都说我很帅，我真的要迷失自我了。再连一下。连麦，听姐。嗨，美女。嗨，美女，在哪儿？怎么听不到声音啊？哦，没开音量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嗨，美女。听到了，晚上好呀。美女。我在想你啊。翠玲，你好油啊，翠玲。就是说。没事，你卡了，卡不卡呀？我卡吗？你看我卡吗？你不卡，我卡吗？你也不卡。哎，你看我，你这是你送的，你看。哦，你贴的这个方式像什么了一样？什么？就是像就是什么了一样？眉骨钉对吧？对，我可以说吗？那我就说，像打了眉骨钉一样。可以说、啊。好酷。好酷。好酷。Hello， 美羊羊，你在吃苹果？好大一个。弄总的那个吗？它上面有花纹的吗？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！我今天太重了，都没有拿回去呢，亏了。真的？好甜吗？甜不甜？就是说还可以，有点粉粉的感觉。就是他甜还是我甜？哎、就是说陈以琳说的太多了，就放了一些在公司呢。哦，陈以琳。婷姐，我要给你看看我的惨状，就是我家是那种
办一个复试嘛，然后就有个楼梯，就一进门就是楼梯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在楼梯上摔了一跤，给你看看，他变成这样了，他那个师傅，那个师傅开车这么猛啊，我都没有摔，我都提着他没有摔，然后一进门摔了，我就，我哭了，我哭了，谁哭了我不说，哎，就是，你今天哦，好你先美跟我说什么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今天，哦，好美。啊，谢谢，什么时候婷姐这么甜呢？对对对，今晚哎，我吃，一今晚直吃。说话都好，陈以琳，我他们一说，直说话他们说婷姐看起来比我T 2倍，什么？哎，陈以琳是娘气，啊，谁是那个？我不说，陈以琳是娘气，无语了，无她语是了陈以琳啊！直播间的粉丝，我要告诉你们，陈以琳悄悄和我说的，她说她要变得娘一点，她要做娘气。不要造谣，婷姐是陈以琳婉拒的铁 T。你要被我婉拒，婷姐，你再铁你就被我婉拒了。救命！救命！天气真的不要让我再听到这个了。你知道我现在走到哪儿，就是我自己已经迷失自我了。就是他们每一次，就是我走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啊，好帅，好帅，怎么样的啊？然后想，好铁啊，你真的好铁啊！我觉得就还好吧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其实，婷姐平时也是这么穿的，就是真的还好。对吧？我平时真的嗯。就这么穿的，而且我穿短袖是真的，有时候穿无袖，有时候就穿一个短袖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对，我夏天我也爱穿无袖，真的很凉快啊。嗯，而且很爽，但对是吧？谁冬天穿无袖？这个人冬天穿无袖，第一次见太热了嘛，跳舞太热了嘛，啊！而且就是说，想把我的肌肉展现出来给各位甜妹看，嗯。你在说什么？就是我的麦听不到，你在说什么？就是我的肌肉，对，没有错，我跳舞练出来的手臂上的肌肉，他们想说要的就我们的是，我们他们他说我们的 CP 名叫 Double T，我无语了，太有麦了，家人们不要搞这些啊，不要搞这些，对，注意话题，我们是清朗行动的正能量小偶像，对，就是我们是一些正能量小偶像，对，我们不搞这些啊，我们是直女，我们都是直女啊，我们是直女，嗯，嗯，我们是不谈恋爱的好偶像。对，我们是不谈恋爱的好偶像，直女。不要笑，清朗行动，清朗行动，好好，去哪去弄？就是清朗行动。对，我是单人旁的那个侄女，嗯，单人旁啊。哎，如果我是你的侄女，啊，我应该你称是你什我么？侄女，你是我侄女，不是，就那个侄，那个单人旁那个侄，那就叫叔叔嘛，就叫叔叔还是叫阿姨？阿姨、叔叔，很怪，算笑了死算我了，心里。很怪，心里说她是我的侄女，侄女儿要加个儿，那种侄女儿、侄女儿、侄女儿，那就叫你婷姨、婷姨、刘姨，叫些 什就是么？那个辈分啊，就是如果是就侄女的话，就是那个辈分，我应该叫你姨，就是你是我的姨，哦，你就叫如果姨。你是如果你是我侄女的话，我就你就叫我。啊，陈怡，好的，陈怡。好的，侄女儿，叫大姑，他们说叫大姑，你叫我。大姑，啊？还有些啥辈子？分高了，要不过来，我要不过来。要得，我姐姐，我姐姐让我吃饭，你知道吧？我的粉丝都想听我姐姐说话。我也想听，让我听听。刘雨姐，喊一声。喊一声听听，哎，让我姐姐出来说句话。好啊好啊，我姐可以姐给我都们，纹身的，可以给我们说个圣诞快乐吗？真的是，
就是他们给我准备了礼物，也给我姐姐准备了礼物。哦哦，准备了那个啊，那个可以说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要说了，不要提了，提了不提不提。不提啊，就是说，就是你们送礼的范围真的很广很广，就是连姐姐都要送。啊、我有姐姐、啊，给我姐姐也送。刘雨婷确实比较异，哎呀，其实还好了，青林就是个娘气呀、啊。注意点啊，你说话注意一点啊，你说话注意一点啊。哦，陈依林就是很女孩子，不然清朗行动把你清掉。哦，陈依林确实很女孩。哎呦，我的那个窗户怎么了？漏风啊？你拿个那个什么来补过？玲玲的姐姐有这方面的爱好吗？我姐姐好像不追星，她不知道偶像这些东西。你姐姐知道偶像那种吗？我姐有反面的。那个，等我有手机给我，等我录干净。我在吃这个。就是，拜拜啊！不要跟我连了，不要跟我连了，我看不得这些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哎，我也是好饿，真的好饿。哦，好辣，真的好辣！我姐姐每次点东西都喜欢点特辣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！不要看你吃饭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吧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爱你爱你，拜拜拜拜拜！哎呀，这拜拜拜拜拜拜！还是陈以琳真的太好笑了，我完蛋了，就是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那些话，要被清朗清怒清掉，对面。原本还想调侃一下陈以琳的，我经常在私下这样调侃他。吃的麻辣烫了。杨国福，但是没剩多少了，因为我姐姐吃完了。还没有，你要干什么吗？是哪个说的吗？你现在是哪个说的吗？钱叔。钱叔啊，睡不着的钱叔。嗯，就是那说的吗？但是钱叔没有在。那在那边就喊他了。哦。我姐姐说，好像就剩他了。对。乌拉乌乌乌拉拉。哎呦，姐姐没给你剩点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她一个人吃完了，她去吃了，就是我粉丝给我带的这样东西。你们东东西咋子？你老师来哦，很忙。啊，好辣！我现在越来越吃不得辣了。自从我，哎呀，真的普通话真的烂得要死，哎呀，只有命呀、啊！我越来越吃不得辣了。就是我，自从去成都读书之后，我就越来越变得吃不得辣。我以前都是拿那个吃火锅的时候都拿小米椒拌饭吃的，现在不行了。你看我熬夜长痘了，熬夜，你看我长痘了。辣姐，你吃饭没有？辣姐，辣姐你在做什么？哎，好吧，吃的串串。哦，好羡慕，好好。刘玉姐等我出来吃火锅。跟我们的陈宇。要的。就是说，江心约我吃饭。嗯，江心前辈，我没得公演看，那个酒去治好的，那是肯定呀、啊。还有你出国，那也真的要注意安全。我真的觉得疫情太严重了，那最近的西安，哎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真的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不是我练舞嘛，然后他们在排前面的大哥嘛。因为我那个新公演前面的大哥就是前面的那一趴不上嘛，然后我上的是后面的那一趴，我就看他们跳，哇哦，真的就是，而且我今天还牵牵雷雨潇前辈的手了，他真的好他真的好美，他好好看、啊。
不是，我是说他这个人，他这个人哈，他而且那天晚上我不是两点多的时候才回去嘛，然后他出来扔垃圾，对啊，然后他出来扔垃圾，然后呢我还和他打招呼，然后他很好温柔啊，他好温柔啊，他很温柔的就是和我说啊再见，注意安全。呜，苏老师来了，刘姐，切苏，谁把他切出来了？我，谁把他切出来了？找个衣服的，这样的，我没把窗户。哦，我姐姐说要谢谢你，切苏。然后她说让你来了我直播间，就是让我和她讲一声。她现在在发火，因为那个猫把那个猫把菜盘忘踢翻了，好吗？把吃饭的碗给踢翻了，对。你都没给我省啥子啊？啊，没给你省啥子，好好吃啊，这个其实这个杨国福。要但是我姐姐吃了，美女都没收到我的礼物。谁呀、啊？刘雨潇前辈吗？她真的好美啊，她真的好好看。姐姐。不认识几碗。前面真的露出，又露出的直线。还没有被收，就是我悄悄的带回家了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让我带到公司，带到公司。我等会儿就来，抠开。啊？我等会儿就来抠开。你看我今天昨天晚上已经整过夜了。谢谢切苏送给我的那个东西，不说就没得事，但是他发现了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想不想得起来，如果想得起来的话我就说我姐姐给喝掉。你说昨天晚上他已经整光了、哦、我姐姐说他就给整光了。你能不能就是能不能说普通话，我叫你说点普通话。好烦。我姐姐说，哦，我姐姐没说什么，她很后悔那天晚上的行为，他很后悔那天晚上就是他突然之间的行为，他有点后悔，就是说没有给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就是没给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真的。谢谢。Hello, 刘婷你好。怎么挂我电话？刚才刚刚对不起，刚刚因为我在那个我在介绍我的礼物们。哦，然后你的礼物呢？你收到没有？你的放在哪里啊？在我床上啊。哦，我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婷姐给我的礼物，我知道她给我的礼物。门神骆雨婷，门神。救命！干嘛呀？这个你看婷姐分给我的礼物，给大家仔细的看看什么呀，上面写了什么。哎，那个不是那个盒子，是那个盒子是他自己我们的一辈子。不是那我什么东西、啊、不是那个盒子是他，我买的时候他附赠的两朵花，他附赠的。我看一下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是说他的手腕上的吗？那种网上那个图，我看到过。我那天我真的看到这个还是挺震惊的。你不是说喜欢吗？我就给你整了一个，但是发现他好像有点买小了，我应该买 XL 的。什么 XL 的？救命！包括你的脸吗？我笑死了。我一定要这样子。哎，我姐姐，骆雨婷在和我连麦，你要和骆雨婷说两句话吗？姐姐。骆雨婷有没有收到我送来的苹果？收到了。快洗洗。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了那个苹果，我收到了，谢谢姐姐。不用谢，反正也是别人送我的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哎，我在连麦呢，骆雨婷那边有骆雨婷的粉丝，你不要给我整的，就是。因为骆雨婷的粉丝也变成我的粉丝了，好吗？哦、oh, 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啊，我也是姐姐粉丝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就是下次让姐姐请吃饭，姐姐出道吧，姐姐出道吧，哈哈哈。其实你就是那礼物，我也挺喜欢的，它好闪耀。姐姐出道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。就是看到这个包装盒，我就有点不祥的预感。那个是真的，他附赠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给我整一个，就是这个包装，大家看看这个包装，什么呀？哇哦，这有什么领取圣诞礼品？我要去领取一个，领个领取。为什么大家都拆到鸡腿了？我就是永远都是零，我也没拆到，我也没拆到，永远都是零，我全是零。怎么会？我全是零，我也都是零，为什么呀？这系统坏了吗？我晚点，可能现在领的人太多，我晚点领。我才帮你等两手，我姐姐非要拉着我吹牛，我无语了。我说我在和你连麦呢。吹牛？那，哦，好劣质啊！刘雨婷这个，他这个底，你看这个底。这个底直接这个了，这是盖子，这个底直接掉了，可嘉。它有点劣质，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下次整一个好点的，对对，下次整个好点的。扣合。我姐姐说圣诞快乐，我姐姐说圣诞快乐。还有你的哦，姐姐圣诞快乐，姐姐圣诞快乐，还有我的粉丝，我姐姐祝你们圣诞快乐。谢谢，圣诞快乐。哎，我姐姐真的，我把东西。提回来之后，我给他放床上，然后他就直接开始吃了。然后我说我粉丝给你带的，啊，快给我看！救命！高贵，高傲女人，咱也是高傲的女人。哇，好好看，让你粉丝截个图，骆雨婷真的好富贵。真的？嗯。谢谢。好富贵。谢谢。好好看，好适合你，洛洛。你明天来公司吗？哦，你明天有 mini live。对。但是明天我们要过歌哎。哦，过那个什么？过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哦。都嫁了吧！我要是女人，我就嫁。救命！这个钻戒有没有闪到大家？好闪啊！把我眼睛闪瞎了。放歌了，放歌了。嗯、哦，你放什么？哦，不对，我说错了，呸呸呸，我视频吗？我还没剪视频呢，我不是说，哦，不对，哦，对，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们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录了这个 vlog 了，所以会跟大家见面哦。那叫失败的 vlog。嗯，因为没有放太多的可以防身的钻戒，对，到时候刘雨婷干嘛我就直接重拳出击。重拳出击，小心黄大爷叔叔来抢。这个是我的，闪耀大钻戒，这可能有100克拉、1000克拉，这是多少克拉呀？这可能有100克拉了吧？1000克拉。哦，对，黄大爷哥哥，谢谢黄大爷哥哥两箱伊利 QQ 星儿童，对，儿童成长牛奶，谢谢。能给我喝一瓶啊？就是说我也想喝一瓶，因为我觉得我也还能成长。对，可以吗？你都1.68米了还要成长？洛洛不要再长高了，洛洛这么可爱，我可以长高，我还可以长高，还在长呢。就是
就是很可爱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偷拍洛洛，真的，他坐在那真的像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。干嘛偷拍我？刘婷又偷拍我。什么叫又？我下次就偷拍你，因为刘婷她经常偷拍我，就是说，就经常做一些偷拍的动作。就是有些人不要自恋到这个程度，哼。哼啊，确实我经常拍他，因为他太可爱了，就是他换衣服嘛，我觉得那些衣服都很适合他，那些小裙子好可爱。吓死我，我以为你偷看我换衣服。救命。我那么变态吗？我就是再怎么你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好吧。啊，拿出我的可爱小水杯喝口水啊，有点口渴。嗯。就是有点渴。哎，这那发弹幕真的就是我不能念出来，我真的不想念，就是念了太尴尬了。那我放歌啦。你放什么歌啊？我要唱歌了。哦，行吧，那就挂了。我要唱歌了，拜拜。我晚上下播了可以打电话。我下播要去和江心前辈一起吃火锅。哦，吃火锅，他叫我了，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。你要不要去啊？我也去呢。啊！可是我刚说不去，但是你去了，我又有点想去了。家人们，今天晚上要出去吃火锅吗？走哦！主要是我还没发工资啊！好吧，嗯，我也没发呢。那去吗？你要去吗？去呀，我都答应他了。好，那我也去。那你一会儿和他们一起出来，然后我在那个中心那个下面等你们。哦，哎，你来中心吗？我不来中心啊，我就中心那个出口等你们啊。哦、OK 拜拜，那就等一下见。好，你挂我，拜拜。我没有，就是其实我是偷偷想放在他的那个化妆袋里，就是想他今天看着，但是发现要是偷偷放，就是也不太好，就是偷偷放，就是他的袋子嘛，要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，我就觉得不太好。谢谢切叔的糖果，谢谢你的糖果。就是说，其实我也很喜欢那个钻戒，真的好大，应该下次应该再买个再大的，套手腕上那种，就是一伸出去。哦，好炫酷，好拽，就是说，下次整个大的，嗯，挂脖子这个就有点太那个了，就是整一个大的。哎，我真的发现，继续连麦搞，哎呦，就是他要唱歌了，让他唱歌吧。谢谢圈圈阿爸送的糖果，谢谢刘玉姐，圈圈阿爸来喽。就是说，我知道，我让姐姐来和你们说两句话吧，因为就是确实，我看你们给我发的翻牌，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，没有看到姐姐，没有听到姐姐说话，就是。哎，冉凌哥哥让我还，就是让我带到中心，让我那个，但是我给悄悄的带回来了，他说不行，回来了什么环节了？就是和洛洛连外麦，然后准备让我姐姐和大家说话。啊，谢谢切书老师么么哒送的圣诞贺卡，谢谢。么么哒，切书老师么么哒，你们就是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就是么么哒，切书老师么么哒。哦，刘雨滴么么哒，大家都么么哒。哦，不是，是我兄弟，我、哦，切书老师就是他的兄弟也很多，他的儿子女儿也很多，就是说
谢谢元宇宙的玫瑰花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就是，舒老师说，你他的儿子啊、女儿都很多，就是，这个切书，你不要在我直播间给我说脏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不然就是。就是 hello 全力二不二 hello hello 这个切书，就是我每一次直播就切书在的时候，就这个切书，就是你不要给我整，就是圈圈阿爸了，圈圈阿爸，圈圈阿爸，圣诞节快乐啊！被迫营业，姐姐，他们在叫你，来了来了，喝汤，喝了不能啊？就是今天，哎呀，他们已经开始刷爱心了，就是就是今天我是坚决不会。乌克兰小二送了一个糖果，谢谢乌克兰小二的糖果，谢谢你的圣诞帽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明胸针啊，真的就是谢谢你的片，我谢谢你的四件套，谢谢姐姐，谢谢春春阿爸的玫瑰花，谢谢，哎，就呵呵要姐姐啊！我知道你们要姐姐，要姐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姐姐在铲屎呢。谢谢小二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姐姐在铲屎，我今天是真的不会再让姐姐说任何一句，就是让我就是很尴尬的话了。她那天说我的囧事，我真的是吐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谢谢切叔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要吃火锅了，你们这边。我等一下可以。谢谢切叔送的荧光棒。我也很会嘛。这是姐姐的荧光棒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哪个送的？圈圈阿爸和切叔还有小二，谢谢你们送给姐姐的礼物。不要再要姐姐了，姐姐在那边偷笑，她真的笑声好狂妄啊。就是我姐姐她在那里偷笑，然后她还问我，她说可不可以打个饱嗝给粉丝听，我说你不要这样，我说你不要这样，我说就是咱们要，就是要搞咱们，我打饱嗝是眼里眼里真的很流，真的很流畅，我打饱嗝。你们晓得陈赫打饱嗝吗？我跟他就有的一拼。玩尬了，姐姐波波波波，哎，我姐姐真的啊，他们好喜欢，这什么，你们不要跟我玩尬的，我现在打不出来，等我等一会儿打得出来给我就过来打给你们听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么恶心嘛，真的好烦啊。他那天说我的囧事，我真的是那天真的是我好破防啊，他们说期待你打宝哥。我那天打不出来的。不要整，那你再讲一遍，我不想讲，我不想讲，还有这种环节，姐姐做什么都可爱，无语。喜欢，想听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事，就是没有什么囧事。姐姐因为姐姐在吹牛的，她那天就是整麻了。我要拿一个。说什么也没有很爱刘雨婷，主要是爱姐姐。好的，乌克兰小二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，伤心了 ，emo 了。就是说，刘雨婷是开播工具人，刘雨婷是开播工具人，开播工具人。豆包包怎么抽奖的？豆包包怎么抽奖得到的？对，抽啥奖？啊，我们公司啊，抽奖噻。哎，五杯杯啊。啥子五杯杯哦？你老看人，老看人。你都不晓得啊？这是姐姐的直播间，无语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抽到的星巴克杯子好好看，我一直。啊，我包包是真的有点一言难尽，我这杯杯还好看的。人家包包是抽到的唯一样，我包包我抽到过，罗玉婷抽到过。耶，哎，就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好有缘分，也不是说好有缘分，就是我们今天抽奖只有两个星巴克的包包，然后我抽到一个，罗玉婷抽到一个，然后我们在那对。有现金没得？没得。哎呀，你不要在我直播间说这种话，不能说。哎妈呀！然后
我们在那对那个的时候呢，就是对大家就是抽到什么，然后我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包包，就是一个就是星巴克的包包啦。然后骆雨婷就过来，她说我也是星巴克的包包，然后怎么样的，然后呢姐姐在那拍我们，她就在那笑，她就在那笑，然后她还说了一些就是那个什么话，然后我姐姐你说什么呢，姐姐说什么呢，哎呀你们不要给我刷这种，就是很普通的，就是我也觉得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我抽到一个，骆雨婷抽到一个，真的好奇妙。我不管，行，我不管，哎，一会儿要姐姐，一会儿又怎么样的，行，谢谢元宇宙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说，谢谢乌克兰小二的玫瑰花，谢谢元宇宙的玫瑰花。哎呀，就是，谢谢圈圈爱棒的玫瑰花，谢谢，就是我想，谢谢千松的玫瑰花，谢谢，就是说，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哎呀，你们不要整，这真的，中心只有两个包包。就我抽到一个，若抽到一个，真的，而且我拿的是那棵圣诞树上面的那儿，洛洛拿的是下面的那儿，就真的，手气好好，就运气好好，运气真的好。然后他们都很羡慕我们抽到了包包。小二，你不要给我整啊！小二，刚才说了切书，现在要说小二。就是不要给我整，但是你们剪的视频我也觉得好看着。就是我觉得你们剪的视频就是好看。哎呀，我真的。就是我那天和洛洛一起在看，我们两个边看边笑，就是觉得你们剪得好好，真的。怀疑，不要怀疑了，他真的很可爱，短哦，就这点了，没有更多的了哦，好吧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。他很可爱的意思就是哎呀，你们不要断章取义，不要给我钻空子，就是你们真的就是不要给我整啊。他真的很可爱，他好可爱啊。我和他那身上的那件绿色衣服，其实我和他一人有一件，我和他买了一样的，我们一人有一件，但是我觉得我穿的没有他可爱，我买的是1.7米的，他是1.6米的还是1.5米的。然后哇，谢谢元宇宙送的夜蝶啊，谢谢送的夜蝶，哇哦，谢谢。啊，就是说，其实我现在知道夜蝶是啊，就呵呵啊，就是，我们为什么不穿的一样的？谢谢，就是元宇宙的夜蝶，谢谢，晚好。除了祝福还能说什么？哎，就是你们不要就是断章取义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是不和他穿一样的，因为我今天就是，他不是，不是不和他穿一样的，就是没有想到，不是没有想到，就是。因为就是我，就是我没有他那么可爱，我就不想就是可爱的，他可爱就行了。谢谢袁洛，好久没来看我直播了，袁洛，不知道，谢谢你老公，好的，老婆。哎，就是不要这么说，就是
就是，哎，你们不要就是这么的那个，啊，元宇宙你就给我来了个夜蝶，我那，啊，我真的就是，哎，我今天才看了他们跳夜蝶，说实话，我今天才看了他们跳，他们排练的时候他们跳夜蝶，我就一直在笑。我就一直在笑，就是元宇宙就是它是外地的，元宇宙是外地的。他说下次就是有机会再来看我跳得多好，就是说对他来不了，他是外地的，跳得多好。但是我觉得关不掉就挺好看的，我觉得关不掉很好看，哎，元宇宙你来的话就是你就切书，他们人很好的，就是切书他们人很好的。跳舞蛮性感，谁懂，是那个衣服性感啦，不是我性感，是那个衣服性感。关不掉30000块，哦，我知道这个梗，就是我不会那样的。我没有说我要跳关不掉，我没有说，就是说喜欢这个舞蹈，但是我没有说要跳，就是你，就是，嗯，我，谢书老师么么哒，军版，哎呀，就是念这个 ID 的话，就是变相的，就是，嗯，对谢书老师表达了一些爱意，嗯，就是这个 ID， 就是。谢树老师么么哒，嗯，KDL 就是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 KY 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说给你们道个歉，不好意思。谢树老师做了什么？就是。ID 都让别人好羡慕啊，魅力好大哦，到跪一下这个环节了，就是说跪下，好想看。笑死了，真的好想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跳夜蝶的时候，然后我在那个舞蹈室，我戴个帽子，戴个口罩，其实我的笑容，我的嘴角已经到这儿了，刘雨婷么么哒，哎，我很喜欢，那就我很喜欢了，么么哒，我对你么么哒了。哎，我真的好爽啊，就是他们今天在下面叫我老公，我真的好爽，就是说一些个爽到。不是啦，不是，哎呀，切书老师你不要这样啊，你叫我就真的，哎呀，就是不是切书老师你不要给我整啊，就你叫就有点违和感，不是没有不是，哎呀，切书老师么么哒，你不要你也就是你们不要给我整，就是哎，就是叫的话就是没有就是会有一些违和感啊，因为感觉就是我也觉得你们很帅，说实话真的。么么哒，哎，除了听到自己的成员叫，还能听到粉丝叫，就是真的好爽的感觉，哎，好喜欢一些个就是公司的女人，
哎，在说什么？在说什么？不要说，我没有，舒老师，我没有。我之前不是还扎双马尾吗？我之前是个双马尾哦。我之前是个双马尾哦。怎么，双马尾不好看啊？啊，双马尾不好看吗？也双马尾，就是双马尾这么的，就是活泼，对，这么的。单马尾是最后的底线了。我还不能换发型，就是我的发型一直要就是，你看，其实我想换发型，我想剪个刘海，不是我想剪个刘海，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发型，就很适我，因为很帅，一个卷卷头，卷卷头叫大波浪，小二卷卷头，哎，上次那个拉姐给我发个翻牌，她说我穿波海的样子，都很帅，这个波海是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不是服了，就是能不能给我整一些就是普通话，给我整个渤海，我觉得我真的好那个渤海，我今天就是我今天在那脱鞋的时候，我也就是被洗脑了，我就在那我说，哎呀，我真的这个波还好难脱啊，然后我就在那，他们就他说你在说什么少女偶像，他少女偶像怎么能说波还呢，你要说鞋子，我说好鞋子，我说真的这个波还真的有点，然后就是被拉姐带偏了，就是被拉姐带偏了，说实话无语住，波还是什么吗？我还要怎么接地气吗？我们公司让我不要太土了。刘雨姐，把老子口红给我嘛。嗯，我涂口红。我口红都吃没了，要涂个口红。嗯，涂个口。对了，红点的，我红的。我的包包头也要扭开噻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说了一些就是方言，因为我姐姐听不懂普通话。你才听不懂普通话，我是土鳖嘛，我是。土鳖不算脏话吧？不算。我姐在那玩弄我的礼物。我有玩弄年底，我们在一起签字。你能不能就是说文明，就不是文明一点，就是说上面书稍微书面一点，你不要说点签字。我跟你讲，看到我手机上拿口红啊，你家拿过啥子不？俺拿个嘴下，龙山子嘴下，到那拿过来吐嘴巴儿。吃东西吗？我还没下播呢，将军前辈。看到老婆的脸。我还没下播呢，就是开个电台给姐姐，开个电，他们让我把手机放在这儿，然后开个电台给你。我姐抽个车拿给他。好，我抽个车吧。有意思，苗黄你好，苗黄。无语了，待播什么待播啊？你们真的不想我播吗？就是我姐姐根本就没有话给你们说呀。愿意陪姐姐到天亮，姐姐真的可以到天亮，姐姐今天还没有出去玩呢，不知道姐姐出去玩呢，给你5毛钱下播吧。想你波波，想姐姐波波，想姐姐波波。我啥叫虐帽子啊？这种我宁愿塞就是虐塞的，跟你说。你带我看看。不了，我脑壳大，我不带。是带在前头来，带在后头。带前面的噻。适合你，适合你，适合你。我有个哑巴脸，我看看，我看一下微信。笑吐了，谁送的？就是拉姐送的，漂亮女孩俱乐部她送的绿帽子，因为她和我就是电窝的时候，我觉得很，
我觉得很可爱，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就是给我整了一个，嗯、耶，这个好乖。谁给你戴一下？是哪个的？我的。你从我有这种。谁给你戴一下？还我。走了，好，我马上下播。好好好，你们就是先出来吧，然后我过去吃火锅了。然后等一会儿，如果我要是想一下，就是我就回来播个电台。哎，哎呀，我帮打了个饱嗝。等着我来打，算了，下回开播的时候我再打，给你们留一个，给你们留个悬念，下回开播我打饱嗝给你们听。无语，我下播了，就是我姐姐，就是，哎。姐姐来找，想听，就是如果我回来的早的话，那我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吃火锅，哎，算了，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肯定睡觉，大家都睡觉吧，我就不开播了，就是下次播，下次播，明天播，明天播，明天要化妆，明天播吧，明天播吧，拜拜拜拜。